全麦的欧包，爱美的女生害怕长肉的就吃这个欧包，还夹心的，特别好吃，好不好吃？老二，好吃，好吃，吃吧。老三，这个是奶黄的，这个是紫薯的，要不姐姐，嗯，妈妈真好吃，嗯，对，好，而且不用害怕长肉，嗯，嗯，给你这个尝尝，给你这个尝尝，紫薯的。好吃，买一箱送一箱，一箱八个。干什么？哦，这是。嗯，好吃啊！给你这个馅儿的，嗯，嗯，我也尝一个这馅儿。嗯，真好吃啊！嗯，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欧包。嗯。